本身應該完㗎啦，但係因為天雨關係咁一路有延遲，咁就應該而家係剩翻一個禮拜到，咁就希望可以順利完成咯。有好努力，好努力咁食啦，因為依家最近聽得最多就係無論係屋企人、身邊嘅朋友，每一個同我講嘢嘅時候，都成日帶住好可憐嘅眼神望住我，覺得我瘦得太多，咁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嘅，咁所以就好努力咁增肥緊，咁就而家係啦，我穿多啲厚嘅衫，大家唔會咁可憐咁望住我。有攝影師話我瘦咗好多，咁但係我自己睇翻都覺得唔算年輕嘅，因為始終呢套劇我係要著比較厚嘅 suit， 咁所以都 OK 嘅。咁同埋因為一開頭呢套劇一開始我自己想減少少，令到個感覺惡啲嘅，因為做一個比較嚴肅嘅律師。咁就後尾係即係唔知點解一路係咁瘦落嚟，咁就依家就努力中。要唔要播下你瘦到跑咩？佢好俾心機煮飯啊！依家因為佢係最想我肥翻嘅人，咁所以任何時候我哋每一晚嘅話題其實就係傾緊第二日食咩，每一晚都係。咁就係咯，我都要快啲增肥，我都 feel 到佢好擔心，所以。